kacang.我烤的时间比较长，太烫手了。我烤了半个多小时，而且上午10点多就烤出来，现在都几点了？看吧，1:40了才吃，我又加热了5分钟。就是被烤干了，嚼着有点费劲，但是好吃。上个段子吃的蛋糕啥的啊，就是那个冰山熔岩提拉米苏吃的那个叫爆浆蛋糕，给我吃的有点撑的。